Hello，我们今天来探班罗云熙老师。Hello。Hello，Hello。Hello，你过来了。对，我来和云熙对一下脚本，顺便拍一段视频给粉丝当福利用。Hello，罗老师。Hello，Hello。哎。今天过来跟你对一下嘉年华脚本。那你在干嘛呢？我正在玩《倩女幽魂》呢。刚刚就听他们说你要来，现在正在做任务。你看，我现在玩的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职业叠客，给大家去看看我的 NPC 吧。我们来看一看哈，打开看一看，看这个 NPC。哎，是不是有一种很迷幻的感觉？这个也是我，这个也是我，对吧？我觉得好帅啊！你看。是不是很帅？我们美术小哥哥可喜欢你了，这个脸迭代了 N 个版本，精益求精，天天坐在我们的座位上说，不愧是建模脸，建模脸。谢，确实你们做的也特别的帅气，平时就特别喜欢和我自己的 NPC 互动，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趣味表情动作，其实在这个里边就有很多的趣味的一些互动的动作，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好呀好呀，来看看这个，来我们选那个吧，壁咚，对，怎么样？看一下啊，壁咚。我要为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叠客这个职业的一些特别的技能，就是其他职业都没有的技能，而且也是一个非常能够代表叠客这个职业的技能。其实叠客他这个职业最有特点的技能叫做附身，它有两种附身的方式，一种是附身到队友身上，一种是附身到敌人身上。那么附身到自己队友身上的时候呢，就会给队友增加 buff， 附身到对手身上的时候就会给对手增加 debuff。 这是我的对手吗？我们来附身一下啊，看 June 就附进去了，你看他的移动速度明显的就减慢了。我们能不能试一下附身在队友身上的效果呢？罗老师，我想跟你一起试一下，好吧？好呀，好呀。土豆，帮我拍一下，我要跟罗老师打一局。来吧，看看谁是我的对手。好，我来跟你组队，我们去打一下那个乖乖幻影。你看，附身进来，我这边疯狂加血，一下就满了，我还根本打不动我。所以叠客这个职业真的是会给队友制造很多输出的机会和输出的空间，其他职业所替代不了的职业。有谁不愿意被叠客附身吗？对不对？再变一下冰箱，变一下屋顶。在这个范围内的敌人还会被减血，不要眨眼哦。我现在要释放我的大招了，哎，但是我大招 CD 了。大招 CD 了。要等100多秒，没事，我们先跑个图，先跑跑路。2000 years later， 我给大家放个大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大招啊，唰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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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哇！以后我们大招的配音音效可以直接找罗老师来做了，没问题。好呀，没问题。有人在跟我发消息说你是不是罗云熙？可能看我的名字被抓包了吧？我不是，我只能回答他说我是一个高仿。我只能说我是高仿，人家是你才有鬼了呢。溜了，再玩下去就要穿帮了。那左边我们去对一下台本吧。可以啊，好呀，走，好了，走了。